大家好，我们这个自贡螺丝拧到这个木头里边滑扣了，出不来了。我们来看，看，我们来看，看，它一直都是滑扣，然后我们把它拧出来，看，它光在里边转，它就是上不来。拧不出来，看。我们再来看这个，看，也是滑孔。再往外拆，看，它怎么都出不来。这个也是一样，看，都出不来。这个怎么办呢？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取出来的方法，大家跟我来看。我们找一个自贡螺丝来，大家看。把它拧了，拧了一下，看见了吗？当它拧上以后，我们再来吞这个，我们再来拆这个，大家看，出来了吧？出来了吧？我们把这个再拆下来，我们再来看这个，看，我们再来拆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怎么样？再来看这个，看，特别简单，特别快的就取出来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再见。